坐着就行了。我，哎呀！ 这边没能做的地儿，没事没事。是它后面调色以后嘛，就这一边蓝，这一边红的，应该是。我们预设是3月份开拍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会被一直推啊推。 有些人觉得很能扛脚架，跑很远，然后或者在那儿守很久很苦，或者一直坐那儿晒太阳很苦。但是其实，在我们这个时间，至少是跟着大自然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这种，相对还不算苦。 一直说我们有阴雨天，但是每天大家都希望是个好天，所以都还是会，照常我们带着机器设备、人员一起开到野外。 到了一对比较特殊的丹顶鹤夫妇，一个是瘸了腿的，还有一个是截了肢的。当然，这个故事最后其实结局会有一些些让人遗憾。 只要你花时间去等，是会出内容的。